到时候啊，你自己那些东西别乱放，一定都要收好。这是阿姨家，我们要帮人家好好保护房子，知道吗？我在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吧？我刚不是有看你了吗？我想要这间。嗯，你喜欢就好。所以我们会住多久啊？就开学以后看看喽，看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，到时候决定吧。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会住多久。你当我没问好了。不要锁门哦。同学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没关系啊，我就住这里。你是要找人还是？我刚搬来，忘记我家门牌了。好，我可以带你去找管家，就在那边，他会跟你讲你住哪。哦，谢谢。英文，英文。不是说好不要乱跑吗？为什么都不接手机？手机没电了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住在那一区的住户。刚刚他迷路了，我打算带他去找管家。谢谢你。还有缺什么吗？哀家很大，东西想放哪就放哪。你跑步前那个维他命有没有吃？一定要吃吗？它会让你比较有精神啊。所以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学校啊？我们还在办理转学的事情，可能暑假过后。一定要转学吗？之前那个学校让你不开心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不太起来，可能换个环境就会想起来了吧。手机还我了，我明天去找你们老师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会保守你跟你女儿的秘密。韩真真，我只需要你出来选举，有那么难吗？六号，韩善美。